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拿到了。但是右下角的那个要怎么过去呢？还是要回到未来啊？未来的时空可以过去吗？看一下维京人那边可不可以过去，去未来的时空看看。西南方，这里永恒森林吗？哦，这里永恒森林可以上岸。好，就在这里啊，各位。怎么样才可以混进去？精灵之身呢？哦。我们回到了现在，不可能，我没有激活马基斯，我什么都没碰。啊，对，画面好像回到现代了。有人说精灵森林坐落在时间界限的外围，哦，这边时间永远不会改变，这一定就是所指的。这真的是个奇怪的地方，你不觉得？你不这么觉得吗，八七王？这个亮亮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之前遇到那个精灵吗？欢迎来到精灵森林，所有的时间流汇入到这里，形成了现在的无限。这是大自然美妙的礼物，让我们能够在单一的瞬间过永恒的生活，一次又一次，永不结束。你不这么觉得吗？我觉得蛮痛苦的，就是我现在是宅男的话，我一辈子都是宅男。你来到这里是寻找你的宿命吗？就像其他英雄来寻找我们先知的智慧一样。我可以挑战他，挑战他会被痛虐啊！打打看。20D 打打看，可是我觉得20D 的也都蛮强，就怕他们前面抽到大牌。03还好，但03会给玛纳。哦，真强！这个一定要打一下。先 poke 他起。我靠，都是些精灵牌。靠，一直加玛纳太不爽。我、哦、来了，大牌来了，只现在叫不了大牌，没关系，叫不了大牌，但是可以叫其他的。这 BM 先把上路干掉，就受不了。应该会赢啊，这应该会。靠，两个弓箭手啊！哎呀，叫不了这个大牌，我马上只好把它回收了，好可惜哟、哦。这边搞他们一下，下一回合我可以打4D 血，爽了。他怎么一直拿到弓箭手啊？他牌运也蛮烂的。发现那个剑仙弓可以还不错，其实那个剑仙弓还蛮好。就是拿不是弓箭的箭哦，是就是那个刀剑的剑。他牌都蛮烂的，我发现精灵没有多强啊，我以为精灵多厉害，就感觉弱弱的、啊。好了，赢了，赢了。
你很幸运，这张牌给你。精灵，我拿到精灵，精灵就是可以补魔力的03那一只精灵，对不对？我猜，果然啊，这只啊，没有，这是弓箭手。弓箭手，我觉得怎么觉得还好？你是不是来过这里一次，或者你还没有来过这里？这里时间并不重要，这边就只要对话就好了吗？我操，这不是豆豆龙吗？怎么会有熊猫在这里啊？靠，前面有人呢、欸！那前面那不是炸弹超人吗？这该不是历代的勇者吧？那个绿色衣服的是不是林克啊？从遥远之地来的英雄们寻求我们的先知，告知他们下一个任务。他知道过去和将来的一切，他自己就可以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。我们在时间之流的汇聚点上，所以有，要是他们要等上数年来等待命运的揭晓，他们的永驻者一定在焦急的等他们回去。呀、啊，这每一个都好眼熟啊！这根本就是超级玛丽啊！啊，这是谁？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在。嗯，我的炸弹去哪了？我知道前一秒还在我这里。这个是格斗天王啊！如果你遇到一个多话的精灵，只管在朝另外一个方向跑。这次我会彻底击败那个自大的金发小子，我真的希望他不会被绑走了又一次。你和其他英雄有些不同，对于这件事你是个英雄嘛？好了，我们跟王讲话。这是我会讲就被传走，我先去跟边边讲好了。我想要进入神圣森林，要得到先知的许可，所以我们要先去跟先知讲话。啊，王国之心吗？啊，对啊，是。萨尔达，第三只是萨尔达，第二个是格斗天王，就最后一个是王国之心。好，现在跟先知讲话。欢迎你这世界的英雄。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恶魔，为我的恶之许愿。我知道收贝，快点，你们名字都知道了。时间的现在对我们精灵来说没有秘密，所有的事件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的时间无限发生，而且无限。有点饶舌。那意味着所有的事情已经注定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恰恰相反，啪啪啪，你做出的选择形成了你的命运，相反的命运磨成了你的选择。被卖弄了，看不懂。只有一些人具有绝对的自由，可以改变任何事情的能力。你是在说八七王吗？是的，八七王是少数几个人之一。他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选择可能会改变所有，也可能什么都不变。这是说他可以救我的父母和村子吗？在一切踏完之前，我可以帮助到我儿子吗？是的，可能。而且还有更多，但是你必须先找到玛姬钥匙的五个碎片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找的。这不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吗？先知有个问题要问，问吧。死鱼脸，用玛姬死不会太危险吗？毁灭的可能要被拯救的，对啊，就是蝴蝶效应嘛，就是你想要改变未来，但可能改得更烂。这样事情对于空间、时间全部都会影响。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，死鱼脸。那是你人类必须解决的事情。对于精灵，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意义，就像和起因和结果。那里没有昨天和明天，只有永恒的现在。在这个现在，在这里，也不在这里。是说我们看到的之前和之后，对于你，这就是全部。越来越哲学啦。所以到底要不要让我们进去？以李诺举例，李诺就是索贝塔儿子，他想要杀很多人，而且一定意义上他成功了，因为没有他，我们也没办法拿到那武器。但是如果是我，而且帝国杀死了我的家人，我难道不会做同样的事吗？我想我会的，但是我却不肯定。我想有时我们可以在事情发生后才看出我们的反应。先知，你可以给我玛姬石的碎片吗？所以不是由我们看管，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还要过关才要打。他把玛姬石交给了神圣森林的守卫者，守卫看管森林已经很长的时间，但是他的力量在削弱，他最终被森林的邪恶力量所侵蚀。那些萨迪斯特斯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所以他现在变坏的守卫。我想他现在的状态听不到你说话，我说要打败他。记住，神圣森林里会出现不同的纪元，所以不要在森林里走太久。没有办法去帮助守卫嘛？也许我们可以甩掉那些萨迪斯特斯。萨迪斯特是什么？这不是个简单的事，但也许有了精灵的眼泪，他给我们精灵的眼泪吗？
因为我们既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我们没有悲伤，没有后悔，因此没有机会流泪。而且我确定你会有办法，去森林的入口找芬诺拉，他肯定可以帮助。搞不太清楚。好了，反正我们就要找精灵的眼泪，其他的玛姬遗迹。你最终的选择在靠近了八七网。哇，复杂了。你想进入神圣森林，恐怕这对光是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。等等，你不全是人类。谁？我？你想说什么？谁不是人类啊？体内有精灵的血液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一定有特定的能力，你从来没注意过吗？你是说身材比较平坦吗？精灵？不，你自己不是精灵，但是你家族里肯定有一位。我的家族里有个人。感谢 ZXCV689263， 感谢订阅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是的，之后进入神圣森林，你会找到他们，但是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家族，我的整个村子都死，都灭亡。想想那个女孩家族里的一员，肯定在某个地方，就是风之谷那里嘛。我们必须找到那个精灵，然后找回她的一滴眼泪来进入神圣森林。在哪里啊？哎，又卡啦！拿什么眼泪？我就直接把这个女主角，弄哭就好啦，是吧？就不行，哭。那这两个碎片的地方都卡关了。回去问一下资讯，这个空地问他祖父，他祖父会不会知道？哎呦，你猜怎么找？他怎么现在才突然承认他是祖父啊？之前我就讲过了。你什么乳？简体字看不懂。一位精灵啊，对，你会遇到一位精灵，你们会生一个小孩，就是我爹。小伙子，你的这位朋友脑袋让驴踢了吧？听好了，你得相信我，一切都是真的。我求求你，让精灵在1000年的时候来这里等我们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回到50年后。等一下，不对，这里不行，这里会被那武器摧毁。在断崖上，那里有一座帝王像。断崖，战争获胜后修的。你得向我保证，如果这样你就开心的话，我保证。我要说，小伙子，你的朋友得好好休息一下。所以回到50年后，然后去断崖这边等他，是吗？也蛮好玩的。那我们就回到50年后喽。50年后就是现代啊，现在就是50年后。然后我们回去现代。哇，这种隔空约会呢，好潮哦！玛丽娜大桥。哦，悬崖，看到了，那也是悬崖吗？可以直接走过去吧？鬼灵悬崖啊，各位观众，断崖啊！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。这里，悬崖，妹子呢？这亮亮的，亮亮的，是不是？割眼力一个惊人，来了，精灵的眼泪，奶，好小啊，不，奶奶。哦，是用灵魂的形式存在这里耶，太感人了吧！乐福啪啪啪，你一点也没变，亲爱的。但是怎么会呢？这是第一次，我们已经见过一次了，就是你来精灵之身的时候，真的好久了。但我敢说，对你来说这只是昨天。但是我甚至都不记得，我们只短短聊过几句，其中一个是他。
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精灵，但是自从见过你后，人类有了你的无尽的希望和不断的兴奋感，我想要走遍世界，所以我永远离开了森林。其实我知道这选择意味着短暂的生命，因为他一离开森林，他的时间就开始倒数。你是怎么见到他爷爷的？是的，我的旅程刚开始只是在我听说过的地方。这世界是如此的美丽而脆弱，不像从前，我从未感觉到如此自由。最终见到你的祖父芬罗德，他当时见到精灵非常震惊。许多年后，就生小孩。他还记得答应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孩在这里见他。我从那之后就一直在等你。哦，奶奶，我很抱歉，刚刚一直迷路，还跑去以前的关卡再打一次，超不爽。这段时间你在这里这么近，我没什么后悔的。啪啪啪。说真的，生命很短暂，但是我这在森林这辈子，在森林这辈子这几年体验过的事情还要更多。对。中文翻得不太好，要离开这个世界还不能抱抱你，还没，哇，好感伤啊，还没能看你长大，看着你走向幸福，还不能在你的冒险中帮你走下去。你只是他奶奶，你不是他妈好吗？奶奶本来就没办法陪伴很久啊。哦，奶奶，但是你的确帮助了我，我每次都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八七王的时候，你都与我同在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蛮少帮我的？感谢你啦，谢谢你。谢谢我亲爱的帕帕帕，谢谢你孙女儿，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，好好珍惜，因为时间会飞逝而过。我把这个给你当作告别礼物。哦，精灵的眼泪哦，送啊，其实蛮温馨的啦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到50年前去森林了，去森林。怎么有人续订完马上骂脏话，不太好吧？你有精灵的眼泪，小心不要在神圣森林里迷路，完蛋了，就会迷路。感觉是迷宫嘞，靠腰嘞。史莱姆，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靠我靠！我靠，你吐一下就死哦，太痛了吧！搞我！啊，退局不黑你，你还骂脏话，那这样下次他就继续黑你了。我靠，改变时空哎！这要怎么样才踩到就会死吗？看一下。啊靠！怎么判定的？去，在过去上面会有没有改变？在过去的上路，哎，靠呀！在过去的上路是改变的哦。啊，但是这可以过。靠呀！这可以推哦，让我走过去哦。靠靠靠！研究一下哦。这边过不？哦，打北哦，对哦，应该是哦。真的呢，真的是打他背后哎，死
げえなー、すげえ。怎么会打的？等一下，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这踩到就会死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踩一下，但不能踩两下。他怪会重生，但这个不会，这个回到未来了。哇！变成3D 的，他这边把三个时代跳来跳去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可是这样子的，这还会不会吐啊？不会吐嘞，竟然不会吐嘞！树应该只能上下移动吧，我猜。我看一下再往上。不行，这些全部都挡住。树老了，对啊，树老了，好悲伤啊。这个呢？这个会打。树也太可怜了，还再被我们打一次。你说从右边推他吗？他不会动吧？哎，真的可以耶！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我回到那个，回到这个时空，他会彼此 PK 啊。再把他打过去，来，没有啊，卡死了啊，这样我就可以过，对不对？靠，我怎么过去呢？再回到未来，再回到过去。变小就可以走过去，哦，是这样玩啊，蛮好玩的。各位，我试过了。靠！哎，尤达树，来，谁来打扰？来则得打扰我的谁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尤达树，他在讲那个《星际大战》里面尤达，然后都喜欢用倒装句啊，现在讲话都是倒装句啊。靠，打完了，终于要打完了，太好了！小心八七王，他看起来很难处理。你可以相信我，八七王，这场战斗我会尽全力，所以你之前都没有尽全力就对了。等等，这最可能就是森林守卫啊，对啊，他就是森林守卫了。所以打赢他，我们就有那个嘛碎片。不敢相信，差点把他劈成木屑，但我相信，我们还是要把他劈成木屑。我们真诚道歉，守卫大人先生。点点点。我不确定他能不能理解我们的意思。他的情况看起来不怎么样。我们试试精灵的眼泪。哭哭，精灵的眼泪。精灵的眼泪。哇，瞬间变一个微笑哎！哇，也太好讨好了吧！呵呵呵，呵呵呵，感谢你，从。萨迪斯特斯的邪恶影响帮助我，你已经，我的谢谢请接受。对啊，他就倒装句，跟星际大战尤达一样，小家伙们，很高兴看见你好起来，所以这边应该就没事了吧？我们之前遇到守卫都有点暴脾气，回报我一定给你似的，可惜很少我有。先知告诉我，马基曾给过你碎片，确实碎片我有，而且给你我会，他的倒装句也保管好好，危险这碎片。太好啦，拿到第二个碎片，自然碎片啊！终于拿到第二个碎片，悲伤我还是现在被困在这神圣森林里，我们被困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到处都是神圣森林里到处都是萨迪斯特斯，
陌生人逃破他们不能。我感到你体内的力量，年轻人，给你帮助，他可能会力量找到他，也许你能。你可以说中文吗？他说话真是奇怪，树长得很像赖世雄。啊，所以这边还没有过、哦。这样我可不可以关台、啊？这都是一些不同年代的宝箱哎、欸！我靠！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守卫，听取我们的建议，就继续寻找他。靠，继续寻找。啊靠！没踩到。这好多宝箱哦。我看番茄，靠番茄 carry。我靠！要刚好全部都挡住哎。啊！每次都差一格，还是他永远无法挡住啊！再次！啊！等一下！啊！这样就够了。啊！这边可以推他，把他推过去。他就只愿意。又走一小步，这其实没有什么强的怪，要么是很弱的史莱姆，要么就是一击必杀。哦，小水壶，什么东西啊？没穿衣服啊？你把我弄醒干什么，哥们？我只睡了12年，也太久了吧？让我安静吧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那你究竟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你来这里是找马基死？那你现在在树林里迷了路，哈哈 哈！天哪，真是蠢蛋，你根本不应该来这里。你不知道怎么摧毁萨迪斯特斯，得了一个小婴儿都能干，哇！狂呛我们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特兰克欧戴尔把他们都烧出来。森林野兽对话。我猜你们这帮家伙真是什么也干不成，对吗？被狂呛，但是你有力气。那些特兰克欧戴尔蓝鬼是不是那个树啊？从来不会抬抬指头，但是你去把他们挪开了，我都看到了，就是那些树，对吧？计划是这样的，我帮助你和那些，我可以跟他讲话，然后你帮助我除掉那些萨迪斯特斯。是哦，哇，个取名字哎，好啦，就取之前没取过，就叫 SOD 好了。SOD， 连他都可以取名字啊，好多伙伴啊，我们。SOD， 好啦，就决定是 SOD。而且不要抱怨，我喜欢闲聊。哇，可以切换友军呢。哦，可以这样子讲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死给！这应该不是奶奶吧？奶奶被我们取名叫 SOD 啊，那我跟她讲话。哦，然后呢？啊，然后呢？哦，可以吐她。哦，这样吐就死了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玩哦。错不错，那你可以放我过去吗？不行，他只能控制攻击，而且我刚不小心把番茄杀死了，没关系，从下面绕，来不及了，叫哈维也不错，哈哈哈，哈维，再试。
啊，对啦，不要被他挡住就好。想说哪那么麻烦？然后把他推过去，对吧？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啊！有，哎、欸，宝箱哦，刚刚可以拿宝箱了。可是那宝箱啊，不对不对，那宝箱挡被那黑水挡住了。我先来寻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这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这不是我啊，各位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宝箱就不拿了，我好累啊！宝箱就下次再来拿吧，哈、哦。哥不拿了，不拿了，好啊。哎、欸，靠腰，这怎么被锁住？我也回不去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靠腰，我怎么觉得回不去啊？我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怪怪的。不是、啊，怎么我的路呢？嗯，不是啊，啊，不同时空啦，应该是不同时空的关系吧？应该是不同时空的关系啦。我回去换个时空哦、喔，来来来，嗯，可是换完时空我就过不来了。对，彩虹色的彩虹色。啊，对啦对啦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打了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吓死我！差点就回不去老家了。我以为是要把那个全部都干掉，你知道吗？还好啦，这些宝箱我估计就是什么绿黏黏跟红黏黏。对不起，小家伙没法离开这个森林。精灵喜欢。精灵家伙们喜欢我没法在外面生活，这是量子力学的原因。他就不想解释了。你比我想象中做得更好，在森林里还有一些萨迪斯特斯，但是我猜你们有其他事。以后有机会来见我，小家伙们再见。全部打完可能会给我们什么东西？不管了，先出去。Mastermind， 有空再来杀，有空再来杀。没空就要接祖先了。我们先走出去让他存个档，让他存个档。这个没有存到档会超级悲剧。这样存到档了吧？哈，妈，应该有吧？应该有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就开到这里哈，然后。明天开始要连续三天都播 SF2 啊，所以呢，除非我播完还有精神了，不然应该是不会开啊。如果会开的话，我会先在 Bench 群讲，所以大家有订阅的人赶快先加我的 Bench 群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大家请锁定我的 Bench 群。好啦，关台啦，晚安，晚安。哎、欸，我怎么？